非常那个非常具有爆发力的嗓音。好，那我就掌声欢迎摩阿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猫奶，又是我，我这样连续来很多次了。好，我尽量快速的介绍，因为田花村要下班了。想下班了哦。想。想。我今天带来两首自创曲歌，一首不能说是巴拉歌的巴拉歌。西瓜歌。嗯，预备开始。哎，我们先让我这边了。下班了，就是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写的。接下来第二首，快速的。